会球塞，但泡泡饭这个就不能够汤泡饭，这样消化很不好，对你这个脾胃影响特别大。你要饭前先喝几口汤，然后你的肠子就知道了，哦，要准备吃饭了，它就起床了，那肠子也要先预热一下。好了，吃完几口汤，你就开始吃饭，饭呢要慢慢咬烂了，在嘴巴里面搅拌好了，然后才去吸收，它就快。你如果是汤和饭一起吃，它就像滑滑梯一样滑到你的肠子里面去了，然后你的肠子就觉得哎呀这个东西不好吸收，你就白吃了。所以你平常啊要改变一下啊，好不好？好。我买的平时关注下我哋嗰个公众号，那个公众号叫做儿科主任许生红，咁你就查嗰个公众号，你就睇我哋有时有讲呢个时候要点样食啊，天气冷又要点样，天气热又要点食啊。你有时自己学通咗，你就变通啦，你就自己知道点样变啦。因为个人情况唔同，你就理解到之后就自己搞就及时啊嘛，唔使样样问住系咪？